呢日见到一众演员出席无线剧集《溏心风暴三》嘅宣传活动，净系睇 trailer 都见到黄宗泽同黄翠如喺里面激嘴啊！之但系咁样嘴法，黄宗泽你唔惊激嬲萧正楠嘅咩？嗱，咁要问佢啊，因为喺佢嚟成日嚟到沟我嘅，全部我主导嘅，所以佢冇压力，我有压力嘅，我惊 high 亲佢，好似非礼佢咁啊！临尾嗰段系咁嚟到 dap 我嘅，系啦，系啊。好努力咁样去 dab 佢，好难，好难 dab 啊佢。十几集系咁嚟到扯我去。系啊，佢好抗拒我啊，所以我系佢我嘅猎物啊，但系好难食嘅猎物。因为佢其实里面嘅关系咧都几似现实关系嘅，即系一个好兄弟嘅女朋友嘛。咁但系戏里面一个好兄弟就死咗啦。咁所以即係我哋都有個隔膜喺度嘅，即係覺得係咪唔應該咁樣咧咁樣嘅，所以係啦，即係搞咗好耐先起得埋一齊。